欢迎收听靡靡之音，今天是第十集。今天特别不一样的，我们到了云林原长乡。那我要赶紧开始录音了，因为呢，我发现米妈在环岛一路上到了现在今天呢，她是嘴巴都一直讲不停的这一站。原因呢，就是因为今天拜访的这一位是他的最爱。我指的不是说农夫啦，我指的是这个农夫经营的耕作的东西，黑金刚黑金刚花生糖，也是原厂乡非常有名的幸福花生这个品牌，就在巨秀养生农场。所以今天拜访的是吴家在吴大哥。吴大哥你好。林小姐还有林妈妈好，大家两位好啊，各位观众大家好。吴大哥，你是全部的人来宾吼，我拢讲我叫大米啊，你专工都不爱叫我大米，干哪你叫我林小姐，讲有啥咪？因为这是一个礼貌啦哈，因为今仔是初见面哈啊，那个大米是你的，你写说你的绰号嘛，对，那东西我们第一次见面还是用比较正式的场合来称呼了哈。继续先讨论一件代志，就是这个所在叫做中文就是云林县原长乡，原长不是园长吗？应该是啊，正名是园长乡。哦，园长乡、啊哦、OK。光是中文这个发音，我们外地人就可能发音错了，更何况台语，外地人来讲哦，就是原长园长乡拢叫原长。真侪人是拢安尼讲啊，不过遮只个正名啊，即原长啊，长是因为遮即所在古早是有一位讲有大陆来的先民叫即原长的即位先拜哈、哦啊，来遮即祖先来遮开基啦，啊，因此遮个人为着要纪念伊，所以用伊个名来称呼伊，即有即我啊，有即遮个所在即原长啊，是安尼来，因为这是有大陆的口音来、啊，所以咱即马嘛是爱尊重这原来的人的个名。即是讲哇，这个吴大哥你的巨秀农场哦，也得记，我感觉唔哪个园长乡的难度，要过后边有内寮村站庄七号，这是你的地龙诶、这是阮岛的祖籍啦哈啊！阮即种的虽然是李元将，不是元将的真当兵哈啊！这来了啊哈，来了是阮的这传真的真名啊，不传即传的传名。不过阮这小部落哈、这战争哈、我都系战争的七号，我家在有这高的。高的口罩哈，跟高火人都在家。那九份呢？高魂那九份高火都在家哈，这战争啊哈、哦，这战争的由来哈、是阮阿祖的名啊，这五战啊。五战。五是阮的，阮姓五，嘿、啊，阮阿祖的名这战啊，因为阮阿祖伫家这。即只说一百多年前哈，阮阿祖的老爸带阮阿祖来遮开基，所以伫遮已经传来到我遮第五代，伫阮的祖先哈，伫遮遮有真好的即发展哈，因是拍拼经营啊哈，所以咧种植啊拢真顺利，所以因此咧、我对社会嘛拢真这个积功好义啦，所以大家后边的人为着要感染伊哈，所以甲用伊的名字做伊的证明。是安尼哦，不怪这个地名竟然嘛无讲什么路几段几项拢无，伊都是一个战庄、战争，啊，就第七号的对。系啦。哦，所以这是出身名门望族的意思。这为了讲纪念哈，阮阿祖伫遮遮来开垦的这個，不简单。系啦，这辛苦啦，啊，甲伊老了来做物件呢，所以大家安尼用伊的名哈，后人再用伊的名来做伊的证明。很有人情味一个地址，啊，不过讲起来这 Google 地图找无，找无啊，所以大米开车沿路找到米妈，沿路开来个家，好加在一旦找到，要是找到这地址，是因为你有一个
名和这巨秀养生农场，好险 Google 有这个，你大概有标上去了，啊、所以、啊、对就找得到。的定义是一间Google 地图，你不用输入地址，你只要输入巨秀农场，相聚的聚，秀气的秀嘛哦，啊对，当找到家，好、哦、所以。这么特别的地方，安尼竟然讲到巨秀农场，是不是？吴大哥甲阮介绍一下，是安那好名叫做巨秀。哦，这个、巨秀哈、哦，是因为我五年前要倒转来做产哈、哦，啊，想讲总是后边总是有人会来收车啦哈、哦，啊，对我嘛要有一个代表性的称呼啦哈、哦，啊，所以我才来取这个名啊。为着是讲这名哈，要啊找，要啊去号名哈，嘛是真伤脑筋啊，伤脑筋的工课啦。啊，同简单就是讲，因为我一世人哈，做囡啊，啊，就伫遮大汉，啊，了以后呢就。所以去台北读书，啊，然后到台北吃头路、嗯。不过呢，虽然是伫外口吃头路，但是一心一意嘛是拢咧怀念故乡啦，哈。啊，要感嘛是做感觉对故乡一份的这個、感情啦，哈、嗯。啊，巨秀巨泽就是阮老巨，就是阮老爸的名，这個、阿杜啦，哈、哦。啊，阮老母这阿秀啊，哈。啊，所以这祝秀哈，祝秀就是用阮老爸的名，甲阮老母的名，哈。啊，做我这农场啊，我是想讲，咱王永庆啊，对，王因老爸，或、啊、者、這個、做王重庆纪念啊，医院啊，病院啊，我等下做田，尤其在田横，拢是阮老爸老母用心计较哈，啊，经营啊，留落嘛是在王在田，是阮大汉哈，阮、啊、去读册安尼哈，啊，当过着较好日子。啊，即马退休啊，倒转来做田嘛，是希望讲用这個想法哈、啊、来纪念阮老爸老母，嗯、啊嘛希望后盖阮的子孙有一个目标，知影讲这因祖先哈伫遮遮曾经哈用过足济的精神哈，啊都在经营、嗯、啊，饲这才有法当饲大遮济子孙啊，所以我希望讲用这個名哈啊，拄好这巨秀嘛是一个真素皮的名啦哈、啊，我是过来这個。机台讲用较好的技术、较好的这個品种啊，来生产较好的这农产品啊，来分享给咱在较好的朋友、嗯、啊。所以我希望讲，食到我的物件，拢是好的物件，啊，嘛是好的朋友安尼。所以同简单就是安尼哈。啊，第一是纪念啊，追思阮老爸老母。第二就是讲机台哈，后壁会当甲一挂好朋友哈、啊、来分享。嗯啊、来结缘啊！呢，哇，真正结到缘啊！我就是因为巨秀农场的这个幸福花生有伫咧直接跟农夫买这个平台，另有合作嘛、啊，所以直接跟农夫买平台的负责人哲嘉嘛，甲大米都推荐刘工会当来了解黑金刚这个种植友善种植的部分啊。我当然啊，我一路故事车环岛，大部分拢拜访。拜访水稻水稻啦，因为我为宜兰出发、嗯、啊，沿路伫咧看讲，要来拜访即个友善耕作的农产品那边，看到我跟讲的时候，眼睛为之一亮，因为吼较罕尼快，啊，唔知是我家己才疏学浅，比较孤陋寡闻。我以前我嘛是细汉的时候，可能印象中有食过乌金公的土豆啦，啊，不过会感觉讲这个物件要是做罕尼快，而且这。种植啦、啊，感觉白跟有啥物无同款？这个乌金公的来源，该嘛请吴大哥。哦、这是安尼吼，咱这台湾过去的这生产土豆哈，这根据文献来看，我嘛有去查过文献哈，咱、哦、这是由西班牙来的。啊、哦，这土豆的品种是由西班牙来，哈、哦嗯，回想咱台湾过去嘛，把叫西班牙统治，哈、啊哦，所以呢，这应该是其来有自，哈、哦，因为咱我的祖先伫这种，啊，咱所有过去哈，较年纪较大的人哈，食的这土豆大部分拢是这油豆，哈，啊，那台湾土豆拢是一点啊米黄色的，啊，米黄色的，迄叫做油豆，油豆，嘿，那是咧 K 油嘛。
嘛哈，土豆油就是从遐来哈、哦，所以有这油豆、嗯、啊，甲咱一般咧食零嘴哈，无同款。这是这十年来哈，才有这乌金公。乌金公是阮这原种这农民哈，因为因去安尼去筛选出来，在有嘛是用心去筛选，选在乌的这几种突变的这品种，还去筛选出来啊。发展了后呢，当地阮原种家的种植安尼，所以那较外围的哈，就无得看这个乌金公、嗯、啊。外围的人是有咧种土豆，但是最近这几年，因为这农业人口的缺乏啊，甲农村的改变哈，其实土豆的生产哈，即嘛嘛足少，拢大部分集中伫阮这。云林原种北港土库、嗯，啊，甲后尾即故乡镇俩，啊，伊土豆的生产面积吼，即阮原种是云林是占咱台湾的差不多七成，哦，70%，嘿，啊，阮原种吼，佮占即云林的40%啦，所以三八二十是即三成，咱台湾的三成土豆是由阮原种才出产，嗯、啊，尤其乌金公会使讲70%-80%是伫阮原种咧生产，啊，即个加工业也真发展吼，啊，所以因此呢，哈、啊。即即十年前吼、哦，就开始发展即乌金公。啊，乌金公甲普通的土豆有啥物无同款？我得一只借即机会，甲咱即大家即社会大众做一下简单的说明，就是讲，咱普通过去拢是咧客油，吼、哦，食胖胖尔哈。啊，迄是一般的土豆，啊，传统的土豆。啊，即马即乌金公即新品种，咱经过台南农改场嘛，甲命名叫即台南十六号。啊，即台南十六号即乌金公呢，就是你看。啊哈，乌的哈，诶，外口壳是黄的，啊，内底诶鳞是乌的，啊，这乌鳞的土豆，大家为人是讲乌鳞土豆，啊，阮原种这人就甲叫这乌金公啊，因为乌金，虾米叫金乌金公，就是讲粗壮个较臃肿安尼，啊，因为乌金公这土豆有三粒鳞、四粒鳞安尼哦，啊，比一般的土豆哈，较侪粒啊，看土豆拢是两粒鳞哈。足少三粒鳞，啊！即乌金公大部分拢三粒四粒安尼，哈啊！因此呢，所以可能就是啊，所以大家讲伊即较用安尼，用到这乌金公啊，过来个食个乌的哈。啊，为啥这食乌啊？一般的消费者有诶嘛，对这乌金公有足足侪负面的想法，讲这是毋是用染色的哈、啊？我就抓只借这机会，甲这咱这社会大众、消费者、消费朋友哈，解释这乌金公这。哇，这乌色的这土豆膜哈，是一个咱生物科技也在讲的是一个花青素啊。嗯。啊，花青素就是咱人类足缺乏、足需要花青素可以做什么？可以抗老防衰，可以美容哈，还可以这个对身体很有帮助啊。它还有富含有很多的那个有益的哈、啊，这个生物元素。嗯。对。啊，听据这个台那个嘉义大学他们的蔡教授研究说，他这个对人类的这个抗癌还有一点额外的效果，很好的效果。我有听过一句话讲见乌的啵啊，对见乌的啵啊，所以大家是讲为什么跟乌金公可能跟这毛关系啦哈、哦？哇，这听到跟他名都变变叫啊，加了去你也是对身体很好的。啊，过来可能。吃好吃哈，就是跟油豆哈，咱这跟传统的土豆不同款，伊的生长的时间哈嘛不同，因为咱普通的油豆哈，是种了一百天哈，就当采收啊。这乌金公就爱加20天，爱120天才会当采收啊。啊，收了还佫经过特殊的天然日晒哈，啊，佫来这烘焙，所以因此呢，这时间哈，咱讲慢工可以出细活嘛。啊、所以从这个生长的生理的这个过程来看，这个黑金刚哈、哦，就是有伊个特殊的啊，比别人强的地方哈。对，伊、迄个加密20天踮土里面，就是你无影响。伊就是咧吸收伊储存伊有效的元素嘛哈、哦，所以来攻击这些才能够，本来乌金刚卸掉时阵，伊迄
豆仔林嘛无乌，啊嘛无乌，所以伫迄二十天，啊，伫迄三十天，啊，或者是四十天的所以时间，伊就拼命伫遐咧累积伊这花青素嘛，呵呵啊，啊，它也百里如春的这些有效的元素啊，所以以至于这些它会比别人强。哦、啊，二来油脂又比别人低，嗯，以至于呢，所以现在大家吃土豆是不是足惊啥物啊？足惊生条子嘛，对吧？对对对。啊，尤其美美的小姐啊，台湾不外讲，嗯，啊，生一个条子足歹看，对吧？所以，阮这乌金宫的特色就是讲低油脂。然后呢，又富含的花青素，然后质地又很松软、嗯、啊，口感就很觉得很绵密 啊, 啊，吃起来呢，就觉得很开心嘛，所以就是变成过年或者节庆或者是乡间哈、啊，这个当作一般的农、嗯、这个朋友的伴手礼，就非常的畅销。谢谢吴大哥，你安尼这摊讲出来了，应该我今麦是真想要先麦克风先关掉，我想要先吃土豆啦，不啦，开玩笑，你真正要收麦克风？我是只讲哦，那农产品对每一个农民，尤其是漳州的农民，那个当然都是自己的宝。啊，不过像讲你伫咧推广。嗯，马麦公的推广，其实你推广的是漳州的理念嘛，嗯，那是讲乌金宫本身是一个真好的农产品，农作物会当好人体吸收是真好之外，你使用的耕作的方式，平常你讲原长乡的这个所在产量也都占台湾绝大多数来讲，你的耕作方式你是安怎被选择讲，嘿特别高工，成本特别长，再特别多。这是啊咧哈，我因为是伫台北，政府机关啊退休啊，带着某囝倒转来遮哈，啊，就感觉讲咱要做哈，就爱做同好的，哈，啊，无就无采我来这用心嘛哈，因为一般的农民哪样做的，就免劳来我哈，啊，我总是伫这受着社会遮大的。照顾哈啊，我嘛有家对我家己嘛有较悬的期待啊哈、啊啊、所以因此呢，我也随我倒转来，我就去观察讲，阮遮的土壤同适合种什么货？嗯啊，咱农政单位请鼓励咱讲适地适种适种，嗯啊适时还叫适种啊，所以呢一定得爱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嘛，哈、啊，所以因此我就是朝着这个方向，所以阮家既然是土豆的故乡，对，一定就是阮家祖先古代来对这种土豆，这土壤、天气、技术啊，这是统兴最成熟的这个东西，最驾轻就熟，所以我就是在。这方面观察、啊、所以我去选定讲，我要甲走入这个社会，我袂使甲这方面，我袂当该跳脱，要倚天奋斗或者是异军突起，嗯、这个情何这个谈何容易啊！所以我与其这样，我不如顺势而为哈、啊，顺势而为就是尊重这个大自然。啊、第一个。家都拜拜，拜拜啊，新明星拜拜，好，金老人，金老人，这可见很及时哦，我们一点都不用那个粮食积日啊，粮食积日，来家采访。你讲咱原种也好，咱台湾也好，种土豆还满满是哈，尤其原种左邻右舍拢种种土豆，我种有啥物品种跟人同款，这个是这当然的哈，因为我无法断改去讲，去家己去研发这个新品种，因为这个品种要研发不是一时就可以成功的，我也没有那么高深的学问哈，讲真的哈，那其实我是要从土壤的管理，因为我要种出。一样的东西要种不一样的品质，这才是我想要切入的地方，所以我就从养地开始，我在要回来种之前我就开始研发，去了解之后呢，我去参加很多的农政单位的这种教育学习，嗯啊，比如说台南农改场所办的，在我们云林这边办的安全农业的讲习啊，这个云林云林县政府委托云林科技大学办的有机专班的一些教育讲习，我可以说
每战必参哈，每战必每役必参加哈，所以我会使讲这方面农业方面啊，我是一个最好的哈，最学生学生最认真的学生，最认真的学生，就同骨力的学生，应该不为过。那读书我是同骨力。您客气了，您现在是博士班。所以呢，我是从知道从学理啊，从实务，然后有了学理的基础，然后再去从实务去操作。那我的土地有较个人无管理土地的，根据在农改庭在朴树老师甲咱指导了，我就知讲安怎才会种出好的土豆，你就袂使直直甲种。那一块土地连在直甲种，啊，过来要种进种，就安怎去养地？所以因为我大部分是采取半年休耕、哦、啊，半年才栽种。那在休息的时候，让它足够的时间休息。休息的时候，我会去种一些绿肥，比如说油菜花、哦、啊，比如说这个田青啊等等这些，或者是玉米啊，让它当绿肥啊，把这个土壤的有机质提升，让它物理性、生物性、化学性、嗯、通通改善之后，你种下去的花生就会有。比较比别人好的这个成果，嗯哼嗯，啊，这个是在栽种的方法，啊，在采收之后呢，我也要用比较传统的方法，因为过差别啊在哪、有差别、哦，这个怎么差别？因为呢，我们过去老的农业时代，大家都是用门口顶拍土豆，嗯，都是用头顶，入晒，哎，入晒，啊，然后时间要很蛮长的，时间较长。啊，现在现代人是土豆收起来就塞入去电炉里砍树，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要回到刚刚跟大家强调，慢工足以持细活、嗯，啊，慢工才能够持细活，功夫要慢慢来啊，叫好的物件啊，快的就足紧的就无好食物件哈。咱这就是讲像土鸡。甲肉鸡啊，安尼恁你个想就知影哈。土鸡就是爱饲较久，肉鸡啊就是较时间较短，所以因此我伫这管理我的这农产品，大概拢是朝着这个方面来做。所以我的物件了后，就是爱日头晒十几天，哈，这一两礼拜哈，有当爱晒两礼拜，有当爱晒十一二天哈，啊，然后爱千挑万选啊，把歹的、把怕的、把弊的，拢总爱。淘汰蛋掉、嗯、啊！阿弟啊，拍个大这个，这个烘焙慢工烘焙用盐啊来去盐啊粗盐来去烘焙、哦，这个跟别人又不一样。别人就是用一般用河沙、海沙下去烘焙，啊，烘焙的时间又快，呵呵啊，用粗盐来烘焙要慢火，啊，拉长时间啊。就可以把它的火候炒得很香、哦、然后呢那个质感会绵密、嗯、大概重点都是在时间啊还用心总共一句哈爱、啊、要吃好的东西你一定要用心、哎、你就不惜时间浪费多少、啊、你就该挺到底的对了啦、哎、要等你好好的长成自己最好的样子是啊因为我就一直想我们回来做产的这个目标就不是在拼经济、嗯、啊，我是在做一个做健康做分享、嗯、啊，做我的理想实现我的梦想、嗯、然后当然我背后的内心的梦想刚刚我有跟大家报告过这是我是在追思我父母、嗯啊、然后感恩这块大地感恩我们引领这个故乡能够栽培我、嗯、让我们出去到外面还可以混一口饭吃啊现在呢到了一个程度了我们告老还乡啊我们希望有能够采集东篱下啊悠然见南山其实这才是这是我的心意、嗯、啊说我不说你应该用陶安明的那句话说我异变也不用的你们都很清楚的就是这才是真正我希望见南山的这个目标、嗯嗯、你像隐士就是现在退居山林虽然这是一个嘉南平原感觉就是来车开来到这感觉哦在这生活也是真辛苦没鸡肉汤洗要找洗买那边也很少我们母亲米妈我说我们母亲、嗯、说那个沿路这样奇怪这些厝无啥物，迄种像起码咱中部庄卡嘛，拢要有水水的厝会起伫路边，何况是讲像宜兰啊，一寡农舍、豪宅、农舍拢有。阮婚礼，阮中家
原奖，这样真少呢，是讲回来人要足少的哈，返乡的。嘉义是一个人口外流的所在，哈，足严重的所在。伫咱分林哈，人口虽然伫讲有七十万人，其实咧，这我时常安尼分析哈，因为咱是。读册人搁伫政府单位做甲退休，所以咱袂使对人人讲，咱就对人讲。所以我是有头壳有用心咧看咧分析分。咱分林这七十万人，其实统计有十外万的人，其实无住在遮。伊这是为着要来住遮领老农年金、哦、啊，那领老农年金有户口，根本就无人住在遮。所以会使安尼讲是讲，这是咱这是分咱这個。政府的政策的问题、嗯啊、所以你看到望眼一看的分林有厝无人徛、嗯啊、所以空壳厝同齐我会使讲应该就是伫分林啦，哈、嗯，嘉义啊，哈、啊，这两个乡，台南，这沿海这部分，你、嗯、是有厝无人咧徛。我有当讲笑话哈，啊，大家甲小甲咱这这听众朋友嘛，现在分享者哈，未来哈，未来咱会当看到咱台湾啊，真正过去的农村是安怎的，预测哈，二十年后的农村会做厝哈，是变作拢空壳厝啊，大部分像咧徛咧，拢是祖先咧徛，甲神明咧住。啊，所以咱即个一般的即农村的厝，内底拢是咧放公嘛，嗯，啊无咧采新名，啊，所以我会当个预测吼，先做二十年后，说不定我二十年后嘛无伫人间啊，但是我会知二十年后，咱即分林的即做农村，若无政府无做一下好好的规划，我想政府嘛无能为力啊，这是社会大势所趋嘛，啊，所以就是人口直直个外流，所以目前。尽管伫遮遮嘛，碰到对我大明讲的，讲大家实在是，若要往日本来讲是足多傻逼死啊！足多傻逼死，足多傻逼死，我请翻译官给我翻译一下，咪吗？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哈，足无足虚伪啦！啊，傻逼死的意思。傻逼死啊！傻逼，傻逼死，足多就是非常嘛哈，就是日本话，讲真虚伪，嘿啦哈！而且所以，那不是讲那有。有一个一个理想，哈，有一个责任，一个使命感。其实，卖讲虾米人，连我相信哈，大家的人哈，大故意都会先啦，大故意都会先，嘿，因为安怎？因为有足济无方便的所在，你要食一顿。啊，要创个出门交通，啥物拢总无，就是拢爱全部靠家己，哈、啊。所以我讲，这是一个使命感。如果若无使命感，人大家哈，我有人讲，警惕讲，像你这是头壳有啥问题吗？啊，大唔好啊，即马生活无问题，啊，台北后厝通徛，啊，好势留你啊，唔住遐啊，吹冷气啊，食好做轻客、嗯、啊，五路佚佗。啊，无烦无恼，啊，你好，等下只母个三更半夜，啊，要食一顿嘛，爱家己煮家己补，哈、啊，所以这是还是一个落差足大的，哈、嗯，啊，如果所以说总讲一句就是爱有一个使命感啦，哈、嗯，啊，有一个容自己有一个愿望安尼，哈、啊，有一个理想，有一个梦想安尼，啊，要达到那妄想啊，就叫做。这安尼，就你已经拢甲我想要问个，你迄个吴大哥。已经都坦诚相告了，全部拢讲予咱了解，原来是因为有这个使命感跟理念才会当坚持落来。啊，不过那是讲要永续来讲，伊个行销方面哦，这对于真侪友善耕作的小农，要是这个时间来讲是真需要快速学习的，因为要永续都爱怎样那行销嘛吼。对对，这方面你个性嘛是克服了真赞的，真厉害。多谢你的这保障哈，其实呢哈，行销哈，讲简单是真简单，讲起来是人人拢讲困难啦，啊、嗯，但是伫我来想是简单，甲即阵我嘛是感觉足简单啦。我随时刻刻那咧分享，也是讲我有机会甲在我的这学生啦、啥物哈、朋友啦，我拢讲。这哪有什么师傅？这都无师傅啊！哈、啊！但是实在讲，咧卖才是师傅啦！哈、啊！农民就是会晓种，袂晓卖。啊，阮哈讲到这安那卖哈，我会卖比人较好哈、啊，会卖比人较
较顺利。其实唔是讲我虾米搞，第一你就是爱有好的品种嘛，啊，嗯、好的品质的啊，物件爱好嘛，啊。嗯啊，即卖出去啦，哈，这是基本啦，哈。啊，要用按某一个大企业讲，讲三好一公道啊，啊、嗯哦，三好一公道，即咱大家拢总知影，讲即我按统一个，创办人吴先生的，也是阮姓吴的，所以我甲即老祖宗的即理念，我嘛甲吸来我家己的品牌啦，哈、哦。我虽然我做即幸福花生哈、哦，我嘛一直是感觉讲，咱爱做个三好一公道，爱虾米好，爱品质好啊。第一个，你若物件无好，是要卖啥人吼？啊，服务爱好啊，嗯、啊，你若服务阁无好，品质哪好？啊，你遐嚣摆着，啊，人别人嘛咧卖乌金，讲我就一定甲你卖嘛，我无食你嘛，无一定，无一定要紧啊，啊，啊，信用爱好，啊，信用甲服务其实这拢是，真正是附加价值啦，哈、啊嗯，所以我就有这三好一公德，啊，虾米叫公德？价钱公德、哦，啊，三好一公德。啊，有人想讲，啊，你的讲，你讲甲讲三好一公道，其实你价钱公道吗？你个比人较贵，哪有讲公道？其实讲我较贵的人哈，我拢叫伊讲，你去小可甲探听，去甲了解者，因为我的品质是比人较好。你买物件，有的人你买一斤，啊，都食食的都，都食无十二年，剩咧四年拢歹，断掉的，安尼算起来够比较俗嘛，无比较俗咧，对啊。所以我的这行销的策略，我一定让消费者感觉讲吼，卖要食亏，哈、哦，就是不但无食亏，佫有一点仔便宜的。啊、所以他买我的比人较贵，但是伊食到的比人较济，啊嘛食到的嘛比人较济，食的嘛比人较好，啊我佫服务佫好，啊包装好，啊所以呢，所以我这行销当然就会较好做嘛，哈、啊当然要行销要好做，唔是干那讲干拽你的，拽别人嘛做会到哦，啊为啥啊咱哪有法度，所以我就爱去参加足济活动啊，啊。比如讲，对了，闹咧办这展示啊，还是讲办这活动啊，我一定爱去参加啊，借机会去发表。像农夫市集，农夫市集，像希望台北的希望广场啊，希望广场，你冇去过呀？有啊，我遐是每年拢爱去十外届啊，我遐累积了很多的朋友客群，去遐买单。观察别人的优点，啊，买单，甲咱好嘅物件，互别人来看到咱，嗯、啊，所以呢，其实真侪，我嘅，买货嘛是为遐看来、嗯，啊，所以咱做农一般嘅农民，这点就是较无当做会到，因为因受限于因嘅时空环境、跟能力、人力、物力等等，所以无法度通讲时时刻刻去参加这展览。啊，所以我一只呼吁讲，咱这个这农民朋友，你若要做好这代志，就是爱较认真的啊，去参加一挂在销售的发表哈，啊是讲活动，你也拢去参加。我大小活动是讲，今天大明讲要来，我足欢喜的，对吧？哈，这嘛是我一机会啊，对吗？我太荣幸了。其实哈，是大明来之前，我就这非凡电视节目我来录制过啊，哈。也去过这这咱的云林有线电视网嘛来录制啊，联合报、自由时报当中嘛来媒体来采访，所以咱就袂使去拒绝，那不然个那个欢迎，对吧？然后把我们的理念告诉人家啊，参加很多活动，你看我这所有的农业学习啊，农业的这个课程我都。一定，只要我有空，我一定去参加，因为这样的话累积很多的人脉。嗯，啊，不然呢，我等下直接农夫买搭上线，好、这嘛是种这个靠啊，这个机会要靠缘分呐、啊嗯，啊，你要缘分，你要自己去塑造啊，嗯、你自己都不走出去，哪有缘分啊？无缘都无分呐、啊，对吗、啊？对啊，啊，无缘无分嘛，哈、啊。哦、啊，那要成功就要靠勇气啊、嗯哼！成功要靠勇气啊，因为勇气坚定才会成功嘛。对啊，对啊。所以我的很简单的理念就是，我得靠第一个靠机缘嘛，啊、才有机会。有的机会我如果没有好好去经营，不用你来一届啊，刷刷其他都不好啊、嗯、啊！比如我现在做着嘞。直接农夫买后盖嘛，不会超过啊，对、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所以这个就是要勇气啊，靠有基因，还有勇气，有勇气经营，这样大概就会成功了哈、啊。然后呢，还透过你，当然我们
得行销会很顺利，也是跟我们过去在做人做事，在前半段啊，我们这个有生之年的前半段，我们累积了一些很人脉啊，像阮太太啊，阮囝啊，阮早囝啊，阮小弟啊，哈，阮在小弟小妹啊，这个、家族大家都是环绕在这个我这个幸福发生的这个品牌下，大家齐心在努力嘛，好、啊，这样就可以做好很多事，分工合作啊。听起来应该是点啊，缺货也买不呢，因为整个人脉太宽广了。咱台湾本土的好物件哈，也是哈、啊，也是稀有啊。嗯啊，其实呢，因为种的人无介济啊，要用心种下来嘛，无遐简单啊，要有设备，要有天时地利啊，很多的配合，其实。总共一句哈、啊，我是要想讲，我安尼来做今天的节目，用心来经营咱这代哈，啊，乐观看好咱台湾的大未来啊，所以大家那有这五万哈、啊，大家认真去做，我看什么代志拢会做会好啦。嗯啊，同今日是讲贫惰、懒惰啊，要食唔叮当啊，这种这负面的想法太多，这社会就袂进步啊。嗯嗯，希望讲营造一个。大家较乐观的哈、啊，对未来较好，愿望安尼啦，谢谢。这集太精彩了，而且会当学习做一个台语的，嘛是靠讲台语，够押韵，很有深度的台文教学的一集。谢谢吴大哥，阿妈谢谢吴大嫂陪我这开讲，阿够米妈，谢谢，拜拜。